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，很亲切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下一个一百年的中国，我们中华民族一定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 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一个民族都不能少，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，紧紧的抱在一起。要坚信啊，我们的明天会更好。好，你辛苦了。所有的人，扎西德勒。